别用手揉。 你才是小矮子呢！走啊！要不你先回去吧。 我头有点疼，那我先走了。吴主任，吴主任，我都打扫完了。你不是头疼吗？你骗我干嘛？走了。哎，你说我这次月考能考好吗？看你最近挺努力的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嗯，虽然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是姐姐我曾经也是辉煌过的呀。行了。 辉煌姐，哎，你等我一下啊！记得喝好。 走啊，愣着干嘛？